一直听说蜂巢皮秒在网上特别火，今天我们就来到了 iBeauty 医美诊所，一起来试一下。好，我之前的功课就这么做了，这样。这是你的 VCR 检测报告，我们现在来看这个数据分析。医师非常熟悉亚洲人皮肤状况，很专业也很细心。全程有小姐姐冷风冷却，感觉很享受，不那么痛，大约20分钟左右就做完了。